诸位同学，请看主要神设法第六句，破案清净主要神，得了治一切盲民众生，令智眼清净些他们。这一段经文我们一看呢，就知道眼科大夫啊，破案清净的啊，与眼病啊就相应了啊。他所修学的法门是治疗一切盲民啊，盲民就是眼睛有病，帮助他恢复智眼清净。从这个法门成无上道的呀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讲的几句话非常重要。迷离、迷报这两种啊愚民，其祸造业，备受重苦啊！这是说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里头有个道理在啊，道理它不明了，这是迷理啊，有四相存在，这个四相啊是因果报应的 啊这个报啊就是讲的因果报应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补除因果报应这是讲的四啊，所以离跟四啊完全不明白、不了解，这叫做盲民啊。所以此地的盲民，不是指我们的肉眼有了毛病了，这是讲的心眼、智眼。你没有智慧之眼呐！啊，这样呢，你才起火造业，你才备受重苦啊！啊，越王菩萨怎么教你啊？为你开示正法。所以经不能不听啊，教不能不学啊。经教就是诸佛如来为我们治病的啊。所以经教上有比喻，佛是大医王。我们今天读的主要神这一个单元啊，这么一个科目，要想到佛是大医王啊，能治疗啊我们种种的病苦，身心病苦啊。特别是佛门的弟子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无论你在佛门
从事的是弘法工作还是护法工作。啊，要知道弘护一体。无论从事于弘法护法，都要深入经藏啊，都要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！不但理要明了，事更要明了啊！四相上古德常常提示我们：众善因得善果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不善，决定要受恶报啊！这个道理与事实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我是凡夫，业障深重。年轻的时候无知啊，杀生打猎造作许许多多的重业，那一种悲惨的报应我亲眼看见的。所以学佛之后啊，彻底回头啊，我接触佛法不到半年，我就发心常素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以往杀生打猎的罪业太重了啊，我知道那个果报太可怕了，所以从此之后啊，常素戒杀放生赎罪呀啊，学佛发心弘法报恩啊，希望这些冤亲债主原谅我啊，不要怪我，我那个时候是愚昧无知，没有人教诲呀啊，造作这些恶业啊，眼盲心盲，跟这个经上讲的一样啊。学佛之后得利于经论的教诲啊，我学佛跟诸位同学说这50年，每一天没有离开经院啊，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好学生啊，我好学，我接受如来的教诲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我的业力转过来了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蒋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那一年，台北佛教会举行了一个人王护国法会做庆祝啊，当然这种庆祝大典那个时候我们是小和尚啊，啊，这种大典呢，那我们是没有份的，啊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
我们也有个小团体，是我出家之后，最早成立的一个小团体，华藏法师会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会员还不到100人，大概有80多个人。我们的会员通通修法布施，这是跟圆音老法师学的，圆音老法师有一个法师会，我们效法他，我们组成华藏法师会，因为那个时候正讲着华严经，所以就用华藏这个名称。同修们发起，给这个金国先生祝福，他们办这个人王护国法会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租借佛教会这个讲堂，讲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用讲经，时间定了20天。20天把这部经讲圆满，经文很长啊，我就想到20天讲圆满有困难，于是我们就离开了经文，把经文的大意变成了表解，人王经总共有8品呢，我们就编了一个8个表解，讲大意，讲大意就更方便，为什么呢？活泼，可深可浅，可长可短，可以任意发挥，不受经文约束，20天讲圆满了，所以弘护啊。都要通达经教啊！如果不通达经教，弘护很容易产生弊端，不但不能够正常护持正法了，反而障碍正法的弘传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热心护法的居士，由于没有认真深入经藏，发生弊端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我自己一生的经历，这些故事就不少啊！我一生讲经。今年在讲台上43年了，我学佛7年，出家就开始讲经，就开始教佛学院，我学佛整整50年了，讲经43年，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的命运改变了，我从小的时候母亲给我算命，有很多看相算命的都说我没有福报，真的一生命苦，生活非常艰难，短命，我相信，为什么呢？煞业太重。所以在人王会上有一天我讲完经下来，正好在善导寺客厅里面呢遇到了甘珠和佛，
这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啊，我们很熟啊，常常在一起。啊，他碰到我，哎，他是净空法师啊，来来坐来坐，啊，我们就坐在一起，哎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这些年呢，讲经的功德很大了，你的命运都转过来了。哦，我说是吗？我说佛爷，你还会看相啊？哎，他笑了，他说从前我们都在背后啊。笑你，我说笑我什么？笑你这个人很聪明，可惜呢，短命又没有福报。哦，我说这个，不必在背后当面可以说，我能够接受，我知道的很清楚。他说现在你不一样了，你不但有大福报啊，你的寿命很长。我说真的吗？哦，那真的。我没有求福报，也没有求长寿，啊，确确实实，过去许许多多算命看相说我过不了45岁，我45岁那一年确实害了一场病，啊，因为自己心里有数，知道什么41岁、45岁要死吧。一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啊！所以我一想到寿命到了，啊，那一年我们三个同学，啊，这都出家了，法融法师、明眼法师，我一个，我们三个人同年，三个人都薄福，都短命，啊，都说过不了45岁。那一年2月法融走了，5月呀，明眼走了，我7月生病得重感冒，心里一想呢，啊，三个人嘛同命运，两个走了，这轮到我了，所以我也不看医生，我也不吃药啊，每一天吃一点咸菜稀饭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这样大概是一个多月，啊，一个月多一点点，我的身体复原了，啊，复原之后继续讲经，这一关就过去了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一生当中就偶尔有一点感冒。没有进过医院的，啊，现在呢确实是有一点福报，啊，往年我在洛杉矶有两个学佛的朋友，啊，一个是算命的，啊，翁阳春居士，一个是看风水的，啊，这两个人跟我都很熟，啊，翁阳春算命嘛，啊，替我算一算，啊，他算的是果然呢，跟以往那些看命人、算命人讲的一样，啊，我如果不学佛，如果不发心弘法利生，确实45岁过不去，啊，他说这是法师讲经弘法的功德，转业力为愿力，啊，他说你不但呢有福报啊，他说你的福报很大了，啊，而且给我说了，他说你命里面没有观音，啊，这个在世间法里面讲呢，啊，你命中啊没有做主观的这个命，啊，那么出家呢
你命里头没有做住持方丈啊，这个命。他说，但是啊，你的命很奇怪，你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我当时也不懂什么叫影响力。现在看看说，确实是有一些影响，真的被他算中。他说我有很多财，但是法师，你的财是空财。什么叫空财呢？你自己得不到受用，都帮助别人了。他说这个财好，这个财什么不造业。这很难得的，难能可贵的。确实他讲的很有道理。翁阳春住在洛杉矶，这也有四五年呢没有见面了。所以转呢，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转变，从心上转变，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，转凡成圣啊，关键就是这个转字。谁转呢？一定要自己转。别人没有法子帮你转呐。怎么个转法呢？就是下莲居老居士讲的，真干。你就转过来了。你要不能真干，真干就是依教奉行呐。我常常劝勉同修啊，劝勉同学啊，我们转不过来，转不了。最大的障碍，最根本的障碍是什么呢？佛经里面讲的我执。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我相我见，这个名词术语一般人听了还得费口舌来解释，我们换一句话讲，虽然不是很贴切，但是很接近，我讲出来，自私自利，这个念头要不转过来，佛法虽然殊胜的，你就不得其门而入。我今天为什么能转得过来呢？放弃了自私自利。我常常跟同学们说，我说的是我做到的，所以我说话了肯定，斩钉截铁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做到了，我有把握，我没有怀疑。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去想，我没有想自己。翁阳春说我的财是空财，没错啊。我在美国达拉斯建了一个道场，在圣何西也建了一个道场，建好了交给别人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古晋建个道场，这个道场还没有落成呢。我请悟道法师去当主持，交给他了。澳洲建了一个金钟学院，当初这找不到人，不得已我在那里挂名做了个院长。现在悟行法师拿到澳洲永久居留，我那个院长交给他了。
我不干这个事情啊，我心里清楚啊，我命里头没有观音嘛。哎，可是他们事事啊都还来问问我，这是什么影响力啊？我可以教他怎么个做法啊。他们办事情的人谚语常讲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呢。我永远在旁观，我不当局啊，所以我永远保持着清醒，我不迷惑啊。啊，我可以说从学佛那一天开始啊，第一天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教我从布施下手啊，布施就是舍，我真干了啊。他叫我认真去干六年，我果然干六年，干六年出家因缘成熟啊，第七年我出家了，都是在张家大师教诲之中啊。我这一生得力于大师的教诲太多了啊，我的基础都是他建立的啊，一丝毫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，即使是冤家对头，我对他能行仁慈啊。韩馆长往生之后，他的儿子将图书馆收回，我们离开，我一丝毫怨恨没有啊啊。但是许许多多在图书馆出家的人在外面流浪，我心里很难过啊。我勉励大家写出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，这个现在这边也挂了一张啊，啊，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写下来的，永远感恩啊，尤其是对回谤我的人、侮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特别要感恩。为什么呢？消除我的业障啊。所以我们离开了台湾，在新加坡啊，在澳洲发愿，越来越殊胜啊。啊，究其香港回归啊，过去我在香港讲经多年啊，是一位雷太太护持的啊。雷太太往生之后，护持的人没有了，香港讲经中断了七年啊。回归时候我到这边来看看，这有一份感情在啊，啊，遇到这边老同修来找我说：“法师啊，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到香港来弘法了。”我说：“不是我不来，没人请我。”啊，我很想来，没人请我。啊，于是大家这才组织起来。啊，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很热忱。啊，他们租借这个尖沙咀街坊福利会啊，这个场所，我每个月到这边来讲几天啊。那么到去年才有这个道场啊，
远很殊胜。啊，这个道场有了这个道场，啊，没有多久呢，九楼这个道场也没下来了。啊，远殊胜呐！啊，在海外其他国家地区，啊，我们今天看的时候，法缘越来越殊胜。完全是从感恩的心行才得到诸佛护念、龙天山神保佑啊，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啊，啊，我自己又无所有啊，啊，一直到今天我住的都是住别人房子。香港道场也成立，我们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协会，啊，请林子居士来当会长，啊，人家供养道场给我，我立刻就送掉啊，一天时间都不耽误，啊，名闻利养彻底放下了。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现在年岁大了，啊，不要看到好像体力还不错，啊，这一点体力要好好的为佛法做一点事情，啊，那么今天最需要的大经的参考资料太少了，啊，尤其是华严，过去不少法师大德居士找过我，找过多次，希望我能把华严从头到尾好好的讲一遍，啊，留给有缘的人做参考，我答应了。所以从现在起我预定的是五年呢，啊，到我八十岁，啊，我相信我这个体力还能够支持得住，啊，每年我讲300天，我的我不公开讲了，不对大众讲经了，我都在摄影棚，不参加任何活动了，把心完全定下来，在摄影棚里面一年讲足300天，每一天讲4个小时，这样一年呢有1200个小时，五年总共有6000个小时，我要把这个工作完成，啊，这6000个小时当中我用3年的时间完成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啊，再用半年的时间讲一部法华经，啊，又用半年的时间讲一部楞严经，啊，然后还有1年1200个小时，我把净土五经一论再讲一遍，我就很欢喜了，啊，我想我对得起佛教了，啊，我也对得起我的老师，我也对得起佛门所有的同修大众，啊，假如80岁还不死还能够活的，那其他往后啊其他经论请我来讲我都可以答应，啊，这个5年当中啊，我们预定的这些课程必须要如期完成，啊，所以在这个5年当中我任何活动都不参加，啊，等于闭关一样，啊，但是我的官房在摄影棚，啊，所以现在新加坡也着急要建个摄影棚，澳洲啊也在建，我说了没有摄影棚我不会去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没有工作，啊，我的工作在摄影棚，用网络
传送给诸位同学。啊，无论你在哪个地方，现在我们网络都改成宽频道的了。啊，昨天这个新加坡打电话告诉我，他们那边收听的画面音声都非常清楚，啊，很满意。所以弘护不明教理不行啊。啊，弘护啊都要依这个义教，所以才能够真正做到如理如法。啊，护法工作再忙，每一天至少要听经2个小时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你成就的是功德了。如果你要是不懂教理，你平常护持，你是感情用事啊。感情是千变万化，是个靠不住的呀，啊，自己对自己都不能保证，如何能够取信于别人？啊，你高兴的时候护持，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冷淡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弘法的法师那就得准备走路了。这是当年李老师教我的。啊，我们经没有讲完，老师说了，没有讲完也要放下，也要走路。啊，我才懂得了。啊，这是往年我在台湾南投县那一边的有一个禅林寺，啊，是比丘尼的道场，里面有两位比丘尼常常在台北听我讲经，听得很欢喜，回去告诉他的师父，请我到他们寺庙里讲经。啊，我答应了，每一个月去讲1个星期。啊，讲什么东西呢？我看到他那个寺庙的名字是禅林寺，所以我就选择禅林宝训。啊，我在他那里讲禅林宝训。啊，没有讲好多啊，讲了大概有20几节。他们寺庙里面呢打架，啊，吵嘴打架，为什么呢？为争地位。啊，当然住持老和尚没有人尊，是他们的师父，这些师兄弟，啊，那个庙是化缘来建的，那个时候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做当家师，那个时候我花多少钱我应该做智科，摆不平呢，吵吵闹闹。我把这个事情到台中跟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说别去了，我说没讲完呢，不要再讲了。我晓得这个法缘就是这样中断了。啊，所以弘护都不是容易死啊。啊，特别是这个护法的，啊，护持的居士，如果不是深入经藏，啊，那我们怎么样？随缘，有一天的缘，哎，我们就讲一天，跟大家结法缘嘛。有一个月的缘，我们就干一个月。决定不要期望着在那里可以长久啊，这个事要有这种观念呢，我们就错了。啊，能够长久的时候，他心里头他懂佛法，他真听，啊，他真修。我过去接受啊
韩馆长护持三十年。啊，为什么叫做可靠？他天天听经啊，他懂啊。啊，虽然他的烦恼习气很重，他懂。发再大的脾气，他还不离谱。这个才可靠啊，真可靠啊。他在病重的时候说过很多次把图书馆叫出来，而是我张开他，我说你不要操心，等你病好的时候再办，现在生病不要操这个心。没有想到他一病不起啊，所以他真懂得了啊！他到必要的时候，他确实放手啊！他不是永远具有啊，他有一个护持的热忱，这是值得我们敬佩的。像这样的护法，第二个人就很不容易找到了啊！真的是佛法。教学里的所讲可遇不可求啊，所以我们对他永远感恩戴德啊。他儿子怎么做法与他不相干，不是他的意思啊，他的知见正知正见啊，这个是可以讲近百年来佛门护法的典型啊，榜样啊。啊，是从深入经藏当中来的。啊，凡是热心护法啊，不肯学教，不肯听经，那个缘是短暂的，啊，我们也欢喜，也尊重，啊，也非常的敬爱，啊，有一天的缘，我一定尽一天的责任；有一年的缘，我会尽一年责任。啊，那么澳洲道场建立了，这是为华藏图书馆过去这些。同修们在那边出家的，给他们建立一个进修道场。啊，我会不会去呢？我说得很清楚，要看缘分。啊，什么缘分呢？注重真修、真干，我去。啊，你不找我，我也去。如果阳奉阴违，不是真正修行，你请我我也不去啊，我道场去，我对得起你们啊，我这一生可以说我这个心很清净啊，很平安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一生对得起人，没有亏待过任何一个人，没有做一桩对不起人的事情。我的心清净啊，我的心很自在啊！啊，所以法喜充满呐！啊，我从哪里学来的呢？我从经典里面学来的。啊，所以我劝告同学，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十善业道学起。啊，从观经三福学起。基础嘛，佛讲的那么明白嘛。啊，今夜三福这个三条是一句，三世诸佛今夜正因，我们不从这打基础，到哪里去学啊？啊，三福的第一条就是十善业道经啊，孝亲尊师。慈心不杀落实在十善业道，
没有十善业道，前面三句都没有。啊，我们学佛从这里学起。至于别人怎么学，那与我无关。啊，我要先度自己，我自己得度，我才能够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也得看缘分。啊，什么缘分呢？他肯不肯像我一样真学。果然真学，他必定得度。他要不能真学，那只是在佛门里结个法缘而已。佛家常讲的，为他做缘因，啊，他这一生得不到利益。这些事我们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真干啊！啊，佛法弘护都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大事业。你想想，要不是大事业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？啊，他过往不做了，你就晓得这个事业比当过往大了，比当过往殊胜了。啊，经典上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年轻时候武艺超群呐，在那个时候他可以做将军呐，他可以做元帅呀，他也不敢。啊，他去出家修道，他去圆门托钵，啊，他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，结果一大。我们今天踏着释迦牟尼佛的足迹，要把他老人家的事业发扬光大了。啊，我们对得起佛陀，我们是佛陀真的学生，真弟子。如果我们还搞自私自利，还搞名闻利养，啊，还要起心动念去坑别人，啊，占别人的便宜，干些损人利己的事情，我们的前途必堕阿鼻地狱。啊，那就是佛门里头所谓的了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啊，那是哪些僧道？就是这一类的僧道，有名无实。打着释迦牟尼佛的招牌，欺骗一些善男信女，这个罪业造重了。世出世间最严重的罪业，无过于世，我们何必干这种事情？所以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呢，我们也应当有佛陀的无言圆明。啊，纵然我们做不到，至少也应该有声闻菩萨一样，天言、慧言、法言。我们在菩提道上不至于迷失方向，不至于错了目标啊！这是同学们，特别是发心弘法护法的同学们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清凉大师
在这里住的很多，诸位自己去做参考。啊，幕后啊，著书里面有讲这个三谛。啊，谛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真理呀。三谛三观呢，是天台家讲的。啊，三谛是俗谛、真谛、中谛。啊，俗谛是与世俗人和光同尘。要知道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能认真呐，啊，不能把世俗这一些事理放在心上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俗谛多在相上讲啊，在相上要不着相。吉相立相就对了，立即同时啊，那就变成中道了，就变成中地了啊。所以俗我们知道假啊，知道相；真地呢，我们知道理啊，知道性。真地是性空啊，用呢要用中。佛家讲中道第一的用中啊，儒家也讲用中，啊，儒家讲中庸啊，啊，由此可知，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，懂得用中，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。那么世俗人呢，都偏在俗谛这边，所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呐，他把假的当作真的啊。啊，小乘人呢偏在真的那一边，释迦牟尼佛常讲偏真涅槃，啊，只知道自利呀，不知道利他。心量不够大了，没有慈悲心呐，啊！所以三代密藏里面，化身般若解脱，啊，偏真的这些罗汉，只得半个解脱，化身般若通通没有啊！唯有大乘菩萨懂得用中。生活在中道里面，那就得自在了。啊，他真的能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。啊，这是菩萨生活。有机会，有条件，接近了如来。也就是说，他有条件，他有机会，在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！啊，这个是三谛真正的意思。啊，那么其他的，诸位在著书上呢，你就多多的。去看啊，如果看得不明白也没有关系，
你把我讲的这个记住啊就行了，抓住啊修学的纲领。我们知道有个下手处，真干，决定要从敬业三福、十善业道。如果在大乘经典呢，就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诸位要晓得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头所说的，就是敬业三福啊。所以，它是大乘佛法的基础啊，是大乘佛法的根本。十善业道经是学佛人第一步课本，是共同科目，声闻尘、缘觉尘、菩萨尘共修的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呢，是大乘初学的，也是共同科目。不管你学哪一宗，你学哪个法门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里面是具体给我们说出孝亲尊师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啊，后面还讲到三归众戒，啊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自行化他。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敬业三福圆满的演说啊，这个是大乘佛法的大根大本。不但我们要受持，六道众生，包括三途众生，都应该受持啊！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